新增的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，自11月1日以来，全国已经累计报告了25.3万例的感染者，近一周平均每天报告是2.22万例，较上一周增长了1倍。 多数省份的疫情持续发生，多个省份的疫情的传播范围广，传播的链条多，有的省份面临的是3年来最严峻、最复杂的局面。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定不移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，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。